们可能分两行，六位往上站。好，我们靠紧一点哦。对，然后在上面，对，后面靠。好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好。好，我们视线先往左边开始看，左边。不要举手。好，大家我们中间。来，中间下面。中间下面啊、哦。好，右边。左边。左边。左边。啊，中间下面我们再看一次哦。来，中间这边，来各位这边，还有别的 boss 吗？啊，我们是我们是看一下，你们这样看一下。好。好，我们右边哦，右边哦。左边再看一次哦。执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辛苦了。来，小助很感动吗？看到他们终于站上这么大的舞台。感动，感动。那我是一个非常贪心的一个人，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演唱会只是一个 CTO 的暖身。那我希望他们在更努力，那有一天可以登上那个小巨蛋。那小巨蛋才是真正的一个大型的演唱会，也是见证你们真正的实力的一天。小杜，要不要讲一下替他们打个分数？啊，在今天啊。他们光那个开场一站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已经鸡皮疙瘩了。然后跟我的经纪人小庄，我们就 high five 了一下，因为代表我们又把一组团体做成功了。这是我，因为从凯乐当时他办那个演唱会的时候，也是一样的感觉。那 CTO 也是这样的感觉，因为都是，一手亲手的栽培，是亲力亲为的。不管是在他们的训练过程当中，我从来没有对他们。放弃过，然后也不是交给别人去管理的，都是我自己一手去，不管是教啊，从 talking， 然后从表演、从反应等等的一切到现在，所以我当然第一个我也是艺人本身嘛，所以我很了解要如何去训练艺人，所以今天也很开心。那刚刚也收到很多艺人朋友们的信息，他们说他们也想签到我公司，我这人手不够啊。对啊，他们说创造力公司有没有欠人啊？就是他们想要签到我们公司来，这样也想要有一天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办这个家族巡回演唱会的。那刚刚台下有偷哭吗？其实有，其实有的，其实有。哇、哦，假的，真的假的？没看到啊，不太相信。有，因为其实在开场已经是一个了，那其实，在后面他们在讲心路历程的时候，那个也是一个过程，因为。其实我为什么会签这几个小朋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包含凯乐哦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都不是相当的顺，然后都是经过了很多的挫折，就跟我本人一样。其实我更想要去帮助他们，可以达成更大的舞台、更大的梦想，去帮他们去完成一切，然后让他们的家人可以得到最棒的、最棒的肯定。这是我很想为他们做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爸妈的 BCR 是谁的想法？怎么去完成？因为演唱会嘛，我也办了好几场了嘛，所以如何虐这个艺人，这个本身我自己也懂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以前是这样被虐过来的，所以我就想，这招我也可以来虐虐他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感觉就会非常非常的真实，因为其实他们每一天训练都在家在宿舍训练，然后也都没有回去，都住在宿舍，很久没有回到见到自己的家人，所以。透过这个 VCR 可以更直接的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他们。那 CTO 刚刚也都被虐到了，还有人躺在地上哭哎！天哪！谁哭的是？我转头看到世伟，世伟是整个趴在地板上面，整个躺平。因为我是第三个讲嘛，我前面一两个都讲成这样，我要怎么讲下去？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今天就想说，演唱会帅帅的就好，就想说啊，原来这个神秘的影片这么厉害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对啊，世伟，我本来想说就是。家人的影片应该不会哭，那一出来看我爸我妈，然后还拿着史努比，对不对？最后我还看我阿妈，我阿妈有一个就是拿一个史努比加油，哦，对嘛，对吧？因为他那个杨子欣最是从小是给姥姥给带大的，对，就是比较少家人的照顾嘛，就是所以说。就是那种感觉，哎呀，不行，我现在忍住。我觉得我不能提到家人，提到家人我受不了，真的。你是从头哭到尾啊！我真的不能提到家人。我今天因为之前我说过，因为应该是，也是谁先哭，
我先政委，政委先。哦，政委先。对，他一哭，轩辕就会哭，轩辕哭我就会哭，联手效应。联手，我们没想到今天王子宁会哭。哇，一个大哥，对不对？超级打脸。哇，太打脸了。昨天才上场前说，我绝对不会哭，我真的不会哭。我们说不可能，要看王子宁哭，不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因为那个。我本来就是，你知道我看到你那个你家人的陛下出来，你就你那个身体就那一下，我那个中了，太坏了，真的身体炸。因为我跟我妈妈是就是玩的特别好，就是交像朋友一样，对，像朋友一样。我想着我妈给我的视频就是加油鼓励的，我说应该就就还好还好，我这一出来，真的真的，因为杨子欣因为之前那个奶奶是吗？奶奶对身体不是很好。对, 对，所以在当时在训练的时候，然后就接到电话说脑出血。对，我当时还在训练，我就怎么办？我现在要回去还是怎么样？现在都康复了，现在好了。对，所以看到影片的那个奶奶啊，那个是外婆啊，外婆是吧？对啊，外婆，外婆也是身体也就是不太好啊。对，所以说还比较真的太烦了。还是没关家人健康，都希望呢。对对对。就是感动，然后又觉得很爽，然后又就觉得哎呦，成功了这个环节。有时候这个孩子就是打一打，还要摸一摸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感觉就是这样。那凯乐你觉得呢？凯乐讲他师弟的表现吗？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就是从鱼白选秀节目出来，真的是看他们长大一路过来。我怎么会有这个骨气把他们亲下来？我真的是不懂。真的越来越帅，然后越来越厉害。我想说，好险没有血缘关系，不然我一定会哭得更惨。对，真的觉得很感动。对对对。那凯乐看到政委的身材，哇！哎，是唯一一段我想站起来鼓掌。凯乐姐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想要问一下弟弟，到底训练的有多棒吗？不是，因为平常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傻傻的，对，就没想到在舞台上这么有魅力耶。还在练，是要进去，可以吗？来，政委脱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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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。还有汗，还湿的，还湿的，哇，小奶头哎，然后奶头掉，奶头掉，哇，哇，真的，形容，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就是实实在在的冰块肌，一格一格的，练得非常好。所以天哪，你感觉还是很老一样的，是啦，是啦。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对，所以他们那个健身都有成了，对，嗯，蛮开心的。因为刚刚老板有承诺他们会有小聚餐，还会有一点吃味啊，不会，完全不会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很多人都说哇，弟弟们就是比你先办售票演唱会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想说太好了，这样我就没有压力了。我想说好像有弟弟们，太开心有他们了。在没有弟弟之前，他的压力是很大的。真的。哇，每天骂我一天。真的，现在有转移一点注意力。对啊。那如果真的有小巨蛋的话，你会要求就是老板也把你排进去吗？我觉得我可以在外面。卖荧光棒，我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卖荧，我那只是讲快一点，卖荧，我在外面卖荧光棒，什么东西？但是其实经过今天的这样子的开始，也是开启了创造力演唱会的开始。因为之后我们那个创造力家族要开始做群，你想做是不是？你怎么那么开心呢？也让我笑谢啊！是这样，太好笑了。就真的开启了这个巡回演唱会的那个按钮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之后就会开始第一站是去那个马尼拉，马尼拉。对，我们会决定去马尼拉那边，开开心心的为大家表现我们的舞蹈跟歌唱这样。好，大家谢谢，谢谢。